Sometimes I wish that I could fly. Keep my head above the clouds and you would tell me that you're down for. 现在已经到饭店门口，这是住的那个 Super Hotel， 在日本很多家分店。那我们这次住的是赤坂健步的这边，我这边看起来很多商店街，晚上应该不用怕没有东西吃。黑楼下是 Seven 早餐。好，那我们就先 check in 看一下饭店长怎么样吧。Let's go。现在就是一个全身镜，然后我行李，花生行李。我们住的是一个上下铺，基本上进来就结束了吧？对 ，OK， 就这样。看一下，这窗户其实还不错哦。石头还是有一点小。其实还是不错，有个小窗台，就是我们的上下铺区，这个可以爬的上下铺。他说上铺你要自己铺床，他写的。他意思就是你要自己铺床垫。有这个就是要代表自己铺，是不是？他上面写的，就是这个下面这一块要自己铺。然后下半部就是花生自己一个人独睡，也可以两个人啊，还有可以冷气也可以先开一下。这个房间介绍可能极快就结束了哦。然后这边一个小桌子，大概什么？我们看一下有什么东西，除湿机嘛。冷气开是在这还是？这个房这个画面，这个画面没办法容下两个人。这边就是小冰箱，那煮水的地方都有。来小电视，跟个镜子，梳妆打理用。那垃圾桶这蛮小的，这有什么呢？看一下。这个好像是，像是暖热缩的垫子，加热的垫子，感觉像是按摩的哎、欸，是按摩脚的，贼猛哦、喔。然后这边就附个吹风机，这吹风机很重要，大家看一下，这是大海的那种吹风机，不是那种台湾那种挂壁式很小的。厕所打开 ，OK， 就这样结束了。它电灯很小哎、欸，这太小了吧？这会不会这灯感觉是要坏掉的哦？超级暗，小小的浴缸，跟我们上次住的那个真的是差很多，但是可以用就好了。All of my sleepless nights, 这边赤坂这边好像聚集很多个异国料理的地方。You would always put me first and... 大家如果要省钱的话，也可以来吃吉野家，很推。好了，我们就去赤坂附近逛逛，看看有什么景点吧。美国还买得到的吗？真的假的？对啊。对啊，有个汉堡 PK 的吗？我那时候去大阪吃的，还不错。现在抵达我们这次趟最主要的景点。转镜头给大家看一下，就是这里东京的变庆豪，拿镜给大家看。哇哦，你看今天是刚好有比赛啊，很多人在比赛。嗯，再过几天我们就会一样划着这个小船，应该不会是要回家吧？没有，好像是还没比赛结束。对，哦哟，鲈鱼。量一下，拍个照。所以现在我们要前往赤坂这边的日之神社，算是这里。蛮有名的一个景点，赤坂站出来就会直接迎接到一个 Beach Camera， 但是这边是赤坂健步站，所以这边进去就是景点，它外面整个都是 Beach Camera， 卖很多大家想要的三 C 产品，唐吉诃德也在附近啊，所以赤坂算还不错。
小径的感觉，一个小径的感觉。哇，封闭，怎么样？我刚那边封闭，然后其实我没走错了，我们等下要走的是这个这边的手扶梯，直达日之神社，这里才是正门口，可以搭手扶梯上去的神社，没看过吧？高科技。搭手扶梯上这个日之神社。逛完日之神社的正殿门，因为他的广场在休息，所以他不能走另外一边过去。然后接下来要去日之神社另外一个很有名的景点——千鸟居。日之神社好像不到的，这一个旁边这个小寺才是道贺神社。道贺神社在日本到处都是，还蛮多的。跟台湾的土地公庙有点像，三王道。绕一圈回来就是回到刚刚大门的地方，然后绕一圈，所以其实也是可以从那边走，坐电扶梯上去，然后从千鸟居这边绕下来，比较轻松一点。OK， 等一下就去下一个赤坂的很红的景点。现在回到赤坂车站，前往赤坂的最后一个热门景点，就是哈利波特餐厅。那边是有个剧场啊，只是我们要看剧场。这边用一个平板点餐，然后我们点了两个餐点跟一个九十分之三小点。OK， let's go。现在刻这个九十分之三，这是面包啦，这是面包，然后印东西。给你四分之三，我要四分之三。对对对。嗯。应该还要沾点那个。哇，成本应该还多。对，这分量其实蛮够的。十碗，这道还不错。跟环球影城比的话，这个还蛮好吃的。餐点到齐。然后附上这个小纸，等下可以包着我们的吐司吃。如果要包的话，也可以这样吃。有了分多。来吃吧，可以装在一个袋子里面这样吃，看起来很可爱啊。格兰芬多，满满的芝士味，有这个芝士浓啊。上次好像有点饱，然后不用再跑下一间了。哈利波特这间是吃得饱的哦，不过我觉得它的这个吐司系列套餐。没有到特别好吃，再加上它的价位的话，有一点贵。这个是南瓜浓汤，它有个南瓜浓汤，但我觉得味道颇重，有点死咸嘛。这主餐我反而没有推荐，刚刚那个
九十四分之三那个面包那个还蛮，那个还不错。来，给你 change。这里有卖很可爱的哈利波特形象，有各个学院的。这蓝色很可爱。蓝色是哪一只？这边就是，这就是他的剧场秀，在隔壁。做的牌子。是赤坂车站的里面。这是个剧。但是这个有点贵啊，而且我们这次来穷游的，可惜，这是被诅咒的孩子吗？还是什么？这一整间啊，整个都是哈利波特剧场。然后过去那边看看好了。而且赤坂这边车站这边有一个好处，就是他边走的时候，周围都一直放哈利波特的那个最经典的主题音乐。有种让人感觉真的有魔幻力量的 feel。雨伞，不说雨伞，3700。新衣服哦，这图片就简单而已。哦，很感人的，来到这个，史莱哲林外包。也很好看的，这个也不错，这个超萌。诅咒的红宝石，诅咒的红宝石，可爱。这个很好看的，天啊 ！OK， 逛完哈利波特园区，尤达利亚哈利波特商店街。以上就是赤坂的整个景点啊，我们复习一下，我们去几个点，就是日之神社，然后它周围都是很棒的商店美食区，然后再来是哈利波特园区，哈利波特剧场跟商店区，这个商店区还不错，还有餐厅，餐厅的话就个人见仁见智啊，不是到很推荐就是，但如果是影迷的话还是可以去吃一下，不错。这种好像是比较蓬的哦，感觉硬的。然后其他是也是一颗粒的，都可以选择。柔软度还有高度。软度跟高度。这个柔软度没那么高，这个比较硬一点。有些人不喜欢太软的。这种是有点像鸡翼枕的，那我想要鸡翼枕的话可以选择。它这是比较薄的，扁的鸡翼枕。那感觉这边好像还不错。对啊，选择香水的那一个吗？这又湿，对啊，我昨天好像拿的就这个吧，这个，哦，很湿哎。对，然后那个饭店是不好掉，这边有提供洗加烘的那个设施，然后不过这边要记得，就是要记得填写你洗衣机时间跟烘干机时间，洗衣机是30分钟，然后烘干机是60分钟，所以大家可以稍微抓一下，像我们刚刚就是洗了之后去吃个饭。然后等下按六九，按烘的烘干机的时候，我们等下就去旁边逛逛。他给自己，他给自己。
till the sun comes up, we're right where we should be. Sunlight coming in your room.